是可以报失踪啊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前阵子跟他吵架，就是我有这样子，小他们说我失踪人口，你要自己要去消，是你本人，是我要去消，不是报的人去消，我们在吵架，我了解了。妨碍公务现行犯，逮捕。阿娜啦，阿娜。妨碍公务现行犯，逮捕。逮捕。上告。坐着，坐着，等一下来给你穿，等一下来给你穿。老板，你到底干嘛啦？你弄得乱七八糟，你问我干嘛？10月30日下午30。接获新市一路某住宅发生一起纠纷案，郭姓女屋主称儿子要动手打她，原警经屋主同意进入屋内了解，发现屋内摆设及家具遭破坏的凌乱不堪。26岁的郭姓男子看见警方上门，径自走进屋内，眼尖的原警立即发现郭男眼神飘移且行为怪异，随后更在床铺上发现五包毒品咖啡包及2包残渣袋。面对询问毒品的来源，郭男突然情绪失控并推及警方，原警立即喷洒辣椒水制服并逮捕，全案因毒品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94药客诉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